天吗？ 你不行吗？这是装备就行，赶紧把这个东西拿开。宝贝，要喝水吗？光我的抓狗粮干么子？果然有专家不欺瞒你，这就是点武器。 你是憨的吗？你在这看的吗？我教你。一直都被你装备打，是个哪嘛子？你懂个哪嘛？路上都硬化了嘛？ 真的好好吃哟！你当我是好人不嘛？这个价儿是他吃的喽。妈菜，我咋也没看到过钱的人吗？哦，你进过呀？钱不钱都无所谓噻，我主要是想尝尝味道。哇！就跟那个陈家不两岁，我鼻涕差不多。哦，这个味道好安逸哦！哇，真的啷个吃？我试一下。 吃了噻！光有专门贵州人没得湖南人吃的了，我们要证明自己啊！哎呦，这个东西点都不辣，一点都不辣，你看我前一天拍的没得？贵州人吃了，没怕过哪个？ 这东西鱼翅上瘾！哎呦我的妈！有事吗？哎呀，哥，你怎么了，哥？这一把。
苗子还想吃。叮叮叮不是子。大哥，这个牛够吗？拿开，拿开！哎呦我的妈！